近日，乌克兰国际名模罗明妹在接受胸部升级后首次亮相杭州，与观众大方分享术后的成果。现场一米八身高的罗明妹身着一袭深 V 红色长裙，性感亮相，一下子从 A 罩杯升级为40亿罩杯的巨无霸，更是谋杀了现场费力无数。一段性感诱惑的 T 台秀也是将女神范儿再次淋漓展现。